3020，男性医学史，今天特别来到了高雄啊，看我们肯医公司的总经理郑玉树郑总。郑总你好。你好，我大概在2000年创立这个公司。那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早期做的跟我的过去的背景都是做外科系。在2014年，我第一次参与了那个男性学的一些会参展。那我第一次把这两张整活在那个医学会上面。有办了一些这个方面的推广，是。那我印象最深的是，我第一次在会场上面，就是在所有的会员里面，就是跟其他厂商在一起来做电脑上的整合，这是我第一次碰到，这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其实我一直是秉持我一贯做事的原则，那因为我觉得说跟我的客户或者是跟我的就是我的伙伴，我会是一个好的互动，那我也从来不把客户当客户，我把他们当朋友。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就是临床前，就是我们都知道嘛，他低伤害性，那他其实是在做，我们知道他的计算嘛，就是心血管的增生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，是，对。我就说这个协会其实给我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很年轻，充满活力，是，而且给人家很温暖的协会，是。那也因为这个协会才给我们这样子小型公司，尤其就是做单一产品的公司有机会。因为其实对协会来讲啦，他们每一个人真的就是，我第一次真的深深感受到，充分的被尊重，就是协会带给我的感觉。是，好，非常感谢您，家章、曾秘书长还有陈玉理事长，你们都听到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